吴三宝要朝着人妻的巅峰迈进。啊，好长！等等，你要干嘛？我还是你想先洗，你先洗啊。还是我帮你洗？什么？我不会怪你啊，我会包容你，然后彻彻底底帮你洗干净。我来个体温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量肛温。虽然舍不得，但是还是要说晚安喽。进去吧，睡觉前再打给我，然后先陪你睡觉。门锁着哦。不删吧，我知道我们都舍不得呀，但是你不可以撒谎啊。我才不会因为舍不得就撒谎嘞！真的锁住了。翠欣。潇洒。那你别弄到我啊！我会轻一点的，你别动。我们这样真的好吗？大家都睡了，那我们两个人尴尬，何故六个人尴尬？学校健康就是考最好的，但是要身体力行，我就还是有一点。吴三宝，我只是想准备拿个衣服要洗澡，而且我是无敌社会男人中的典范，是不会勉强我心爱的人做一些他觉得不自在的事。三宝，你在干嘛？都要攻顶了，怎么可以因为害怕高山症就要下山？严格说起来，恋爱进度表的前六个步骤都跟无敌达成了，只剩阶段期的身心合一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你不需要再等待蹉跎了，他就是你唯一认定的宝贝。你们之间不需要言语，唯一需要的就是肢体深切的接触。是的，不该再等待蹉跎。既然我们测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，那内心的渴望一定也是一样的。吴三宝要朝着人妻的巅峰迈进。啊，好长。他胀奶的时候，你愿意帮他挤吗？先洗啊！在他沉迷于外物，多日流浪在外，没有洗澡时，你不但不会生气，反而会包容他，把他带回家，而且会里里外外、彻彻底底的帮他洗干净。我觉得在外面怎么会？还是我帮你洗？什么？我不会怪你啊，我会包容你，然后彻彻底底帮你洗干净。虽然我小时候我妈也帮我洗过澡，可是长大以后我真的还没让你们帮我洗澡过。可是
如果你有这个嗜好的话，我可以试着努力培养看看。可能刚坐外面太久感冒了，量个体温。在他生病受难的时候帮他量肛温，你并不会觉得害羞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量肛温。胡三宝，哪根筋不对啊？这个是耳温枪哎，而且现在哪里有人在量肛温的啊？你今天一整天都怪里怪气的。哎，量肛温明就是心理测验其中一题啊，你干嘛那么惊讶？而且你不是也测过？我们测题目应该差不多吧？心理测验。哦。喏，就这个，你看，他胀奶的时候，你愿意帮他挤吗？嗯。我肯定，我测的是人，不是宠物。哈？宠物与我心心相印，官能症。取笑的话，我现在马上就回房间，叫笑来都回来哦。OK OK， 我不笑了。你就将就一下，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睡好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明天早上一早再去把小雅哥叫回来，这样你爸就不会知道啦。OK。还怪我笑你，你越害羞我就越想笑。怎么可能不害羞啊？本来以为心理测验结果一致，表示我们是天生一对，结果居然是跟宠物。好啦，不管心理测验结果怎么样，都只是参考啊。还是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需要靠这些东西来印证？那我们孙无敌跟胡三宝，就只要相信，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这样抱在一起睡觉，只喜欢彼此怀疑的味道，好吧？睡一觉就把发夹拿掉啊！嗯，不要不要，这是你送我的。傻瓜，先拿下来，我每天早上。都会再帮你别的。松鼎，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啊？不要太难了。明天陪我去见我妈妈，我爸说想把你介绍给他认识。现在换我紧张睡不着了。